是陳志全議員，是第十次。主席，我都是跟進陳偉業議員的問題。其實你剛才都承認啦，你說即係四年之後才做的有些事，你今日來拿錢啊，所以為什麼陳偉業議員說你偷步，因為你將那個招標審標啊，5B 譬如呢啲基礎建設工程、道路、排水、排污、供水、抽水站、食水、沖廁水庫，呢啲好仔細、好實在嘅嘢。咁不如你減翻啲先啦，你嗰啲唔使住嘅，以俾大家知道你真係淨係做呢個勘探研究，而唔係霸王硬上弓，令到好似米已成炊，已經使咗錢去做啦。你過埋城規程序，過一年半載至嚟攞埋餘數，可唔可以考慮呢？局長在這方面有什麼回應？主席，我想我們大家看清楚呢，第五段所說的呢是那個項目裡頭包的內容。今次我們撥款，希望撥款呢只是提升甲項呢，最主要是相關的地質勘探工程文件和做的詳細設計工程、設計工作。沒錯，這個是一直都是強調很清楚。還有